是十万国度，种种行类，种种取生，种种福田，即来即回至菩萨所，种种求所，菩萨见已，普皆摄受，心生欢喜。如是善有大悲乃悯，思满其愿，舍心增长，无有休息，已不废厌，随心所求，悉令满足，离贫穷苦，实入其者，心大欢庆，转更成全，赞扬其德，每生遐步，悉来归往，菩萨见已，欢喜无量。迦斯百千亿诺陀劫，受地死乐，无数劫受夜摩天乐，无数劫是斗帅天乐，无数劫受善变天乐，无数劫受他化自在天乐，不可数劫受梵王乐，不可成劫受转轮王三千乐，王三千乐，不可思劫受遍境天乐，不可说劫受净居天乐，悉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见其者来，欢喜耐药，心庆荣耀，信心增长，自乐清净，助根调顺，信解成满，乃至增进诸佛菩提。咱们现在讲的还是舍，还是布施啊，布施。嗯，在菩萨这个大舍的时候，发大悲心啊，布施供养一些众生，这个心发了，常时不间断的，就是他这个心呢，菩萨这个心呢增长的，因为他是离相的，离相的不是在相上执着的，在没想舍了就没有了，像这样舍，那库存还有吗？这叫不可思议。在菩萨大舍的时候，他前头舍了，后头又来了，仓库舍了，仓库又满了，然后不可思议，这就叫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们现在的道友们，他的布施心很诚恳很重，他舍了又来了，东方去了，西方又来了，南方去了，北方又来了，所以叫无尽藏，这叫舍的福德啊，舍的因果。菩萨没有那个心，没有说我舍出去没有了，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计较，没有有无。咱们不行啊，当咱布施的时候，咱们有十块钱，咱只能布施十块钱，咱十块钱布施完了没有了。那这些大菩萨他舍的，前面舍的，后边来了，左边舍的，右边来了，随舍随入，永远舍不尽的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哪有那么多东西啊？无穷无尽的来求，咱们就讲舍，这个行菩萨行大布施时候，大欢喜心时候，说在菩萨发大菩提心舍的时候，十方的国度，种种行类啊，不是刮舍给人的，一切众生都满出的愿，种种行类是不同形象的，不同种类的，还种种取，种种取是六取啊。只要他能舍的，
这是不可，有时候是不可见相的。嗯。那么大家过斋堂的时候，早餐、午上、往外送食时候，你看见了吗？有人来吃吗？那是属于鬼神的。嗯。但是你天天舍，早晨中午天天舍，如果你落一顿没舍，那就麻烦了，就出问题就出来了。嗯，这个道理要懂得的。这种舍是，咱们舍的看见那么几粒米，嗯，几粒米，那鬼神看见就三呢，那犯三呢，他见着不疼。嗯，为什么？这不是念咒的吗？念加斯利吗？念辨识真言吗？它变了，变了啊！所以说，十方国度种种行类，种种取生，嗯，他所求的东西不同，嗯，种种福田皆来忌讳，嗯嗯，但是忌讳做什么呢？到菩萨说要东西，种种求索。各类的众生种种取，他所要求要的东西不同的了，不同类的了。嗯，菩萨见了生大欢喜，一切皆舍。嗯，要什么舍什么。嗯，心生欢喜。他把这个求索的人，不是咱一般看成了说，嗯，讨口子。求衣服的，或者求吃物的，或者求钱财的，嗯，菩萨把它当成善友，当成善友，说助我成就道业，嗯，那菩萨呢以大悲难悯心满出他的愿，菩萨就考虑思满祈愿，实际思想考虑，嗯，好了，我怎么能满他的要求？那这个施舍就是布施心呐，增长了。没有说我东西舍完了，我这个东西缺乏了，不能舍了吧？我停止一下不舍吧，那叫休息。没有停止休息的时候，嗯，也不厌烦，嗯，没有劳累了，啊，你得舍一天坐那儿不离开，也很累的呀，没有疲倦想。没有劳累想，没有厌烦心，随其所求，心灵满足。不但现象满足他，愿一切众生离贫穷苦，愿他得到我的食物，再不受贫穷了。这个里头含着法呀，不管吃的食物啊，不管物质啊，还有心灵啊，嗯。在现象上看，吃的是他所衣食所需的，嗯，同时呢，菩萨还发愿又是加持力，所以那些个来求求人生大欢喜欢庆，绝不打架，绝不来砸菩萨的锅，砸菩萨的碗，砸菩萨的，砸菩萨的住所，不会有这个现象的，嗯。施者欢喜，求者欢喜，嗯，因此大家就赞扬这个菩萨的德，赞他的施德，他的美誉啊，好的声誉，嗯，遐步就遍满，遍满人间，越这样遍满，来求施者越多，西来归往。大家都到这菩萨来求，嗯，菩萨他就没考虑，施舍施主啊，我东西还有没有啊？啊，就这样，咱们这施舍是有限的了，嗯嗯，供天上灾也好，施舍也好，嗯嗯，只是有限量的了，菩萨施舍是没限量的，无限量的。菩萨见着越求的多，
他的心里越欢喜，欢喜无量。嗯，这叫无遮大会。这个大会在咱们国度里还没有。怎么叫无遮呢？就是你求什么我都舍，没有遮拦的，没有拒绝的。嗯。东西少，先来的有，后来的没有了。在菩萨时时候没有这种现象，这种现象没有的。嗯，说十方国度啊，那地区不同，人的种类不同，还有其他的类，住取嘛，住取是哪一道都有啊。嗯。说菩萨这种施舍，嗯，他心里生的欢喜，形容这个欢喜啊，以下就形容这个欢喜。嗯，家事百千亿，诺由脱节，这个世界没法计算，百千亿就没有法计算了，还诺由脱，诺由说是无央数，就没有数字的。受斗笠天第四天王的快乐，嗯，假使的说啊，是假设啊，没有，不是事实啊。无数劫受夜魔天乐，嗯，因为第四天是第二天，夜魔天是第三天，嗯，先说的第二天。也没说第一天，四天王天的乐呀不算乐，没把它打这数内，就先说第四天的快乐。完了有无数劫升到夜魔天的快乐，无量劫是斗碎天的快乐，无量劫是善变天乐，无量劫是他或自在天乐，这叫六欲天。一天，嗯，还有欲。这个欲专指男女关系啊，还不可说解受梵王乐，梵王就清净天了，清净天没有女人了，没有女相，嗯嗯，也都是化身，化身啊，还不可说解受转轮王，王三千乐，这是三千世界，这转轮王的位置大了，不像现在咱们这些小国王。什么一块土地，嗯，还不可思议劫受净天乐，就净居天乐啊，嗯，不可思议劫受净居天乐，悉不能及，说这些个天的快乐呀，都赶不上菩萨的欢喜。说菩萨摩萨见到求来的、求施舍的，他那个欢喜耐落呀。比上头这些天的快乐高的很多，同时呢他的信心增长，这个完全是三宝加持力，就是相信布施的功德，嗯，他所要求的只要清净，不是这些快乐，这个清净只是成佛达到佛果的助根调序，信解成满，嗯嗯，真见诸佛菩提，究竟要成佛，嗯嗯，为什么众生越求多的越生欢喜呢？他因为福德越大，越大，嗯，求者越多，说他福田又多呀，这是相同的，嗯。所以他欢喜的广大，嗯，说这上头居好多个，乃至于人间王，那四天王，那是六梵的大梵天王，都不齐色，不赶不上的菩萨。这个时候，施舍这他心中快乐，嗯，但是有的经上。但这段说的还长，还说很多天，一天一天的都行，只是料了，嗯，翻译的料说的，嗯，
这就是菩萨行那个布施度的时候所得到的。对，佛子菩萨摩诃萨以此善根，就以这个布施的善根，为利益众生，因为这寡布施物质了，还要给众生发愿呢。当时众生得到这个物质，他没有其他的希望，他是得到物质了，满足了，这也是生活上的需要，那菩萨他施舍物质不言呢，他不仅仅是满足他这个，还要给他回向，还让他安乐，利益安乐，为使他得到利益，为要使他安乐，为令一些众生得大义利故，这个不是人，不是物质了，这是法了。给他回向，愿一些众生能够皈依三宝，依这三宝离除苦难，那个苦难就是生死苦难了。为令一些众生悉得清净，这个清净呢，说心无染垢，回归自性，是心清净。不是物质了，这就法了。为令一切众生求菩提故回向，让这些众生发起觉悟之心，就是发菩提心。菩萨不只给他物质，还要回向让他们发菩提心。为令一切众生悉得平等故回向。平等呢，让他悟得法性，法性的体上是平等的，物质上永远平等不了，有形的、有作的、有相的，永远不能平等，它是有差距的，是无形的、无相的、无作的，心如虚空，那才究竟平等啊！一切众生。怎么能达到这种平等？怎么能证得他的法身？那他最初还是不行的，开始的时候要助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是吧？利益众生悉得贤善心，必须得有个辨别善恶心，不作恶，专做好事，这叫贤善心，但是一般的好事儿，或者是乃至于知道了苦集灭道了生死了，了了一半儿，但是不能深入大乘啊，所以还要为令一众生悉入摩诃焰，摩诃焰叫大乘，大乘究竟法，所以给他回向，给众生回向，为令众生悉得贤善的智慧，就是得知道善法，什么是恶法，能够分辨这个，回向众生都能得入。为令众生须具普贤的恒愿，满十力成，现成正觉故回向，这是究竟回向了。令一切众生都能成佛。那么入世布施的佛子菩萨回向的时候，应当离相的回向，离相无相就是实相，就像真如实界，让一切众生都得到无余涅槃，这种行菩萨道布施的时候，行修菩提行的时候，行是深，深到什么程度呢？愿一切众生都成佛，不是得一点世间物质，所以菩萨在施的时候不依不执着一切相的，是无相的回向，没有物质相的这个心念，
也没众生得多少，随众生所求啊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呢，在一个回向的时候，心里头是无相的回向，一下就解释了。佛陀在回向的时候，在布施的时候，都是无相的含义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入善根入世回向的时候，怎么样回向呢？愿一切众生的身口意业悉皆解脱。解脱的含义呢，不被烦恼所缚，不障二障所障，无着，什么也不执着，无系，系就是系法的意思，无着无系就是真解脱，这样才能解答解脱呀。要想达到这样子，你得修观横，夹杂修行了，夹杂修行了。菩萨的本身施舍时候，无众生想，无有命者想，无普陀伽罗想，无人想，无童子想，无生者想，无坐者想，无受者想，无有想，无无想。前头是有想，这是说无想，无想不对，说无无想不是无无想，没有今世后世想，这是无三世，无此无有子此生彼想，没有生死轮回，无常想，说一切法无常，这个无常想也不对，无无常想，一个后头牵前头的，后头把前头的牵出，无常想，无三有想，欲有三有，无三有就是三界，无无三有想，把这个无三有想还排除。还排除，达到这个也不对。再进一步说，把这无三有想也排除，非想非非想。最后说是一切想啊都是非法的。先断绝了无能想，是菩萨登欢喜地或者登这个实行位的初行欢喜行的时候，这有深有浅的。实地就深，实行啊就是浅，现在讲这回向，这回向的时候啊，对一切事物不要有眷恋，不要有执着，现在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这是哪相？连这个法都不要有，是吧？因为讲法说一切众生无众生相，说法上是这样说的，也没有命者，也没得普陀伽罗，也没有这一这相，也说在这个法一切法的体呀、啊，咱们讲以前讲心呐、心的法上，不要起增啊，起减。是吧？最后说无三世，说一切法就离开三世相，这要法上来说呢。在众生在六道轮转这个想法不要想，众生本来没有流转，都是虚妄的。下文还要讲啊，说在法上头也没有个常，也没有个无常，说常不对，说个无常。对不对？也不对，无无常。说非想，那随顺世间就得有想，所以非非想。就是遣你那个心，对一切法不要执着。那从来回归这个布施上啊，在你布施上
每一个受死的众生根本就没有施舍这一法，法也没有，相也没有，即无法也无相。菩萨入世回向，同时把回向也要深入，达到深入。前头说法，我们说回向的，入世的非法回向，非法解回向，非业回向，非业报回向，非分别回向，非无分别回向，非思回向，非思已回向，非心回向，非无心回向。不但上头入世想，下文还入世说，说如我法呀，说无我是哪知，无法是断法知，说有修有术法，有解脱，也没个术法，也没个什么叫解脱。非想呢，不是术法，就是非法。非非想呢，就是非解脱。即无术法，也无解脱，这种相对法是不存在的。因为说法有术法了，为什么要术法？因为它造的因果上就造了业了，业就现了，就有术法了。这是浅出，浅出所做的业。咱们心里的思想，这叫起惑，起惑。如果像我们在我们比丘尼的戒律当中啊，说我心里想起惑，没有造业不犯罪。菩萨起惑已经犯罪了，还不等你造业。那菩萨戒是这样讲的。在这个大乘华严经讲，一动念就有术法，动念就有术法，念术法，所以把这一个想给你断绝了，术法解除了。术法是对着解脱说的，解脱是因为术法才求解脱，解脱以后没术法了。有术法无术法都是想，想就是思想。前头讲那些个分别，分别是业，无分别是不是业呢？无分别也是业，有分别无分别都错了，就是不分别，就根本也没有个分别，没个不分别，就是也没个解脱，也没个术法。你看古来大德不是禅善知识的时候，请大德给我解脱呀，那就被请者就问他了，谁把你法了，谁束缚你了？他一想一找，没谁束缚我呀，他没有束缚还要解脱干什么？假使我们心里感觉着，就要我们有病，说有病，病在哪里？病在身体，身体害病跟你心没关系啊，心跟身是两个，是一个呀。像咱们说的身心，身体是一个，心理是一个。但让你有病痛苦的时候，是心痛啊，是身上痛啊？身上痛，谁感觉到的？心感觉到的，能感觉痛不痛啊？能感觉的脚不痛啊？所感觉的痛，所感觉的痛不是能感觉的痛，能感觉没得痛。那假如你不感觉它，不感觉，
你观一观想吧，我不干脚，病在他身上，不在我身上，加上你身体跟那个身心，心跟身体离开了，心离开肉体了，有这个时候吗？白天没有，睡觉做梦就离开了，所以梦就有了，但是一恢复了，一醒了他又有了，在这个中间呢，你感觉着解脱与束缚，是有想想的束缚，是无想想的束缚，无想还有什么束缚吗？没有了，是有想想着被束缚，想被束缚什么呢？不自由，好人跟病人不一样，病了这个病就是束缚，那没病没束缚，那现在我没得病没束缚，只是说病啊，没有，敢一病有束缚了，哪里来的呀？说我们说打妄想了，说把妄想除掉，你怎么知道是妄想？能知妄想的是什么？那所知的是妄想。说现在我又打妄想了，但是知道的妄想这个东西，你要认识它了，抓住它，不要放过。但是抓不住啊。能知，能知道的，是你所知道那个境界相，能知至于所知，所知相没有，根本就没有，要找找不到了，就是束缚啊，跟解脱呀，根本就没有，就是你的思念，思念什么呢？就是妄想。说有思想，这叫说有个心啊，心有个知道，有个思想，这想到什么？想到生老病死苦，那想到这个波浪，那你的心有心，就生起来生死的波浪。要是无心，无心，无心生死波浪有没有呢？这个无心呢？不是，咱们说《金刚经》所讲的无心呢、这个无心是拿有来对照这个无心。有心是你处在生死，无心是等于外道。有也不可以，无也不可以。现在母入这个心回向，这个回向是心回向吗？是无心回向。那心都没有了还能回向吗？究竟是在什么在回向？皆是回向的。如是非法回向，不是束缚的回向，非解脱了束缚的回向，也不是非法解回向，不是业回向，这个回向不是业，也不是业报。业报在受的时候，这生不起回向来了，也非业报回向，说有无，有束缚无束缚，非有无束缚，非非有无束缚，这就四句。说回向不是心，那不是心就无心了，无心还能回向吗？也非无心回向。这个无心非无心，要是无心回向等于外道，有心回向等于凡夫，非回心回向非无心回向，既不是凡夫也不是外道。显什么呢？显这个离境界相，离眼物相，离无法的解脱相，分这么三段。下文有解释。菩萨做这个回向的时候，
辨别是没有执着的，辨别是没有什么妨不妨。说你的心对外头境界所染污受境啊，你心里被它染污，染污就是心里起动念了，就能心动的对境啊起上执着。嗯，说你对境染心对境，这叫着。因为什么呢？井啊，把你心缠上了，说这就叫法，是吧？《楞严经》上讲啊，说你心法于境界，你那个觉悟啊，就是随着转了，随着转了，离于心也离于境，这叫解脱。这个心思是妄心说的，不是真学说的。所以他把心说真正的叫觉，不叫心。觉悟了呢叫智慧，智慧智慧不随他们，不随外边景和心所转的。要这样回向才叫无着。下的经要解说了，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，即不着内也不着外，就是内外两个啊，不着能缘，也不着于所缘，不着因，不着果，不着法，不着非法，不着思，不着非思，不着色，不着色生，不着色灭，对色法上不着住他们生灭，不着受想行识，这合起来是五蕴。对五蕴法呀，一切不执着。也不着受想行识生起来了，也不着受想行识灭了。生起还灭都不执着。为什么？以般若的智慧照见五蕴皆空。内无想念回向，外无没有什么叫回向，对回向也要入是观。观这个十八界六处全是空的，这个空意呀，不是把这些物质废除了空，是不执着，说你不言着就空。对内说你就六入，对外说你就六尘，六入跟六尘，中间要有个十，再加个六十，这叫前头的，这叫十八界，一切无言。无言的含义呢，能缘的是十，所缘的是六尘境界，六尘境界没有空的，能缘的六识也没有，能所双亡，这叫能所双亡，这叫因果一对儿，因果一对儿，界处就是为缘，在这缘里头所生出这个法。原理所生这个法，这个法叫法即非法，它是显出了这些法，或者说有说无，或者说善说呢，或者说啊，这些境界相是相，心的是性，定性，就是所有的一切业的体，体的性，一切业的体性，就是诸法的体性。在诸法的体性上没有诸法，这叫不执着。而你观五蕴的时候，五蕴法不存在的，
就不足以无蕴。不着三爱，就是对于一色相上，色在形形色色吧，凡是有形的东西都叫色。不去原先它，假原才成熟，不原念它。原念它，意思就是像那个锯末，很多那泡沫，我肥皂上说起的泡沫，它马上就消失了，没有的。这都是没实体的，把它比喻这样子说，你要不执着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，从你思想着想，这就不足以住法，就分别这样解释了。说佛子菩萨摩诃萨要能够对一切法上不起执着，你不执着一切诸佛法不到你了，再不发于色，再不发色，就是色不能把你束缚，你不就解脱了吗？既不发于色生，也不发烧你色灭，那个色色的生灭法呀，不存在的，你就解脱了，你不受他的拘束了。五蕴都是受想行识，属于心法。你不受受想行识的约束，不受受想行识的他的约束，就不生了。不生了还有什么灭呢？是这个生灭法不存在的。如果你这样观，五蕴皆空啊。好多经上说呀，只说一个，像《金心经》说吧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怎么照见呢？智慧，智慧就是空。这个是分析说，那心经说当体即空，这叫体空观。咱们现在这个讲解呢，在四教来说叫喜空观，把它分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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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它没有了。说一个物质从它的成长，经过这个过程到它消失的时候，咱们知道这是灭了。但是这个物质刚一生出，你知道这是生灭法，当体即空，没有实体的。接着你与这一切诸法就不能束缚你了，一切诸法不缚，既然不缚还有什么解脱呢？再也与诸法不懈，没有个缚，没有个解脱。一个是分析说，最后解成就是无法无着，何以故？就重新再做解释，何有争起的意思？就是这段话，所以是无蕴法，不受法，也没有灭，也没有解脱。重新再解释，什么缘故这样说？分析说了，何以故？无有少法，少法就是很少一件法，随便说哪样，无有少法就是没有一样法吧？就这样说，要现生，要余生，要当生，生这有三种，已经生起来了，有这个法了，这叫余生。当生的现在没有，当来能生。不论现生、已生、当生啊，没有一样的能取，取它不坏。没有一样你可能都执着它不动，它都在变异当中。一切诸法它的自相，他自己的体相，没有自性的了，一切诸法无自性啊，说缘起之法，没有体性的了，没有体性，无性无相，离开了性相，非一非二非多非无量，非小非大，非狭非广，非深非浅，非寂静
非西论，非处非非处，非法非非法，非体非非体，非有非非有。说法体，说这些诸法都是有体没有啊？因为所有的言说没有实义，假立的一些诸法没有实体的，但是假立的诸法就是现在所说的诸法，它依什么而起的呢？妄依真起啊，这些妄法是因真起的。真是什么？咱们讲大方广弘的大体性，那叫法体。法体是永远的，即不是生灭。法体是长存的。假使你无念、不执着，一切诸法还归于本体，这就是性空的含义了。这个性空，这就是你的念作啊，因你念作，没有念作呢，法而入世，一切诸法都入世。简单说吧，咱经常的说，离相真如。这个真如就是法体，说这个法体呀、啊、是离一些相的，不是用相来彰显的，那就说明了法体是无生，无生故所以才无灭，不生无灭的法你在里头取做个什么呢？它不可做。你想求诸法的生，没有生，没有生，以前没有啊，那现在有了，这不叫生吗？你看啊，说从无而生，生了就是有了，有即非有，根本就没有生，能生出个什么来呢？说已生的已经有了，那不叫生吗？说这个生啊，不是真之生，说故名为生。未生，未生还没有呢，也不能叫生。那现在一切法不是瓦言俱在吗？一切诸法刹刹消灭，刹刹，这念念不住的意思了，就是。念念不住呢，就是它消灭掉，念念不住，乃至刹那都不住，就是不停的灭。你灭了就没有了。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次都没有难离的地方，没有难离的处方。这样来说无，说生的时候一定有个能生之相啊，在这能生之相是推断的、推测的、推测的、推断它无啊，但是无了相依什么生的？什么相的体？找这个。那你找的是那个相所生的相，一定有个生处，为什么有这个相啊？那的生处应该算有吧，为什么说非有啊？因此来说，一切诸法它的自相是没有的，是种种因缘和合的。因缘和合的，那因缘一灭了，就是就灭了。因缘合，因缘灭，因缘合故有，因缘灭就没有了。
离开生灭之外还想找一个，有个什么东西你可以找吗？找不出来，是吧？我想找他个实在的东西，没有实在东西，没有，说原生及诸法都没有实在东西，是从缘而生的，从缘而生的是没有相的，他这个相啊，相即无相，也就是说生即无生，原生的就是没有生，原生的原没有，这原是假的了，原是凑合来的了。这个道理啊，不过《黄岩经》讲呢，它不是这么深入，不是这么样浅出的讲法了，他不要跟你这样详细说了，他这显一些法体是无生的。咱们讲那个大方说心法无生无灭的，不要去执着，这就是般若业。般若业，这个刚才我讲这些个，这是分别说的了。我们还是有大小，有多少，有长短，有方圆，这叫随缘意，不是实相意。这说完全是事，不是理。因为我们是讲理。还有我们现在说教，是佛的教导嘛，说要教法，教不方法，说教法当中说处说非处，说邪说正，什么是正教啊，什么是邪教啊，什么是佛法，什么是非佛法呀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呀，全是相对的，这要佛教导众生摄教的方法是这样说的。但是我们要他体相上说，体相上说，体相上说就要体来说的，要体来说的，那色相的体，色心的体，没有个体可得，找个什么是心的体啊？什么一切色法的体啊？在佛教授我们说，教导我们说不可得。是吧？离开色，离开心，还有一个非体之法吗？离开相，离开心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法吗？相呢，是法的相，法的相其实是有两种，一个是有相，一个是无相，就是有相无相啊，或者加个非有非无，加一有一无，但是基本上是有相无相。咱们总要是众生心，就是倒是有倒是没有，他不决定答复你说是有说是无，他不会这样答复你的。怎么答复呢？说有也没有，无也没有。有是对无说的，无是对着有说的，有不成立了还有什么无啊？根本就没有，还有说什么无吗？我头上难头啊。因此啊，这些个圆融教育言语起什么作用呢？叫你对任何的事物在事上事法上不去起执着，要讲理。人在社会上遇到什么事想不通了，说这此方说彼方不讲理，彼方说此方不讲理，但是没闹清楚究竟什么是理呀？理有个标准没有啊？他有个标准才定出来啊，你说的不是理，不是我说的不是理，这个理没得标准的。到法院讲法理，咱们家庭之间呢，人跟人之间讲情理，你到法院去讲感情讲情理不行的了，他以法律为主了。但我们佛教讲到究竟讲真理，佛教讲的真理不是社会上的真理，什么真理呢？回归你自心，
观察你自心的本体。那些大菩萨入世观察诸法，一切诸法都是心外的，非法。不是言语，言语是世间建立的，一个世间建立一种语言呢。他们说中国话，中国话，山西的家乡话，到河北的家乡话，到山东的家乡话，到福建、广东家乡话，完全都不通的了。哪个是真实的？没有标准的了。所以菩萨入世观察一些法，那一些法呢，再为非法。随世间相，随世建立，把非法当成法。因此啊，所有的造业就是造业了。造业业的可分啊，什么是菩萨的业，菩萨行菩萨道的业，什么是众生他的业，众生业也有善有恶呀。他有善道的法呀，也恶道的呀。但是要想得到一切智慧，对于这些个什么叫法，什么叫非法，什么为法，什么为非法，你就一切都明白了。没智慧，没智慧什么都不明了。有了智慧，他知道一切的业，一切的缘，像做梦一样的，梦里明明有溜去，醒后空空无大千呢。音声就是响，就是响。耳朵聋了，听不见音响，那也不知道人家是打钟啊，是说话呀，是靠什么？一切音声不闻了，闻不到了，就是没有分别了，没有分别了，没有分别。当时这个时候，还有闻没有闻呢？耳朵还有听没有听啊？能听。听什么？听不见。他有两种，一个听得见，一个听不见。听得见是假的，听不见更不是真的，一切皆假的。这样一切的业呀，就是梦啊。音声就是个响动的意思。一切众生是影子啊。所有一切世间法，乃至于出世间法，诸法如幻，幻化的。但是幻化诸法，它的因缘所生的业力也不坏，不坏它因缘的业力。但是这个业力啊，这个业力的业的利用，用善也好，用恶也好，广大的。这善的一途，恶的一途，都是广大的。善也无边，恶也无量。但是不管你善恶，这一切法无所作，也无所，没有造作者。那些大菩萨就行这个无所造的，咱们在上来都讲的布施，无所造作的布施，施了即是无施，不加作意在里头，实际无私。你做呢，做亦无做。这才是回向到究竟，这是要圣意体说的，随佛的真意说的。那一些法呢，有的时候是随熟体说的，说随熟体因缘业力不坏，说真体一切皆没有。但是这个作用非常广大的，是吧？这样了解了，一切法皆无所作呀，无所作而菩萨不废弃，一直这样行施舍，生大欢喜，一时都不废弃。
谢谢。咱们过去古人有句话，二气融通三脉阴，真体熟体融通了，就这个含义。说懂得实相了，再观察诸法，法即非法，以及法为非法，就真谛而就真谛而说，熟体皆是真谛，但是不离于真谛而建立起诸法，一些诸法又是依真而建立的，但是一些诸法非真，真，那随顺四坚固，把非法当成法。这事情啊，如果在四间法上说，在四间法说，有时候说杀人，杀人是错的，但是他又分了，我说他犯罪了，犯了法了，犯了死刑了，该杀，那他杀的又是对的，杀了对呀，不杀对呀，那得看是法不是法，就他犯了法，一切法就在世界上是讲，说你要观察住法，什么是非法，什么是不是非法，什么是真法，就是在真熟两体去观察，是吧？不动真而建立熟，那就是建立一些住法，要设一些住法都归真了，都归心了，一切住法都没有。一切诸法都为非法，法上不立，何所取？那法都没有法，没有可立的，你又取个什么呢？你证得个什么呢？悟得个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有非法，也没有非法。所以，不坏世间相，建立世间觉；不坏世间的相状，但是要觉悟它。要认识他，认识他，但是这个认识啊，就靠缘了，靠缘了，缘呢，说遇着善缘，那你所造的业全是善业，成佛，例如说啊，闻着佛法了，皈依三宝了，乃至受戒了，一天你所做的佛事。这是造业，这个造业是造的善业，造的善业，善业也都是假的呀，那也是假的，善业就是真的了，善业也不是真，因为善是对着恶的，恶如果没有了，善也不立了。人说不动真迹建立诸法，说在言语当中随四见相而建立的。这个都不是一真法界的法，这法非法，让众生进入法，把非法建立为法，等到顺真了，正得真了，这些法都是非法。所以不坏世间的一些业，就不断业道，或者善道、恶道，世间的业永远就善恶两通，是不断的了，这就叫什么呢？不坏世间，建立世间，那又说世间的因果、出世间的因果都是真实的，真实的，但是这个真实的是随顺世间所建立的真实，不是真正的真实。佛子啊，此菩萨摩诃萨住一切字，要处非处，普皆回向，一切自性，一切处皆一回向，无有退转。这是平等意啊，有时平等意，有时随顺，
又是随顺意，是处非处，处非处两个不同的呀，非处离相，离相非处离相，处呢它建立就相，处是建立相是善，处即善，非处呢就是乐，或者自己或者自行，要自行说处随相，随着相达到无相，非处的离相，离相那处非处两个不同的，佛有这种之力，处非处之力，咱们经常讲十力当中一力，这个都是自性与一切处回向，这叫随顺一切善相意，随顺善相意入是回向，这叫回向自性，回向自性，这样的回向，容无退转，容无退转就是坚固，坚固不动的，一直到成就一些自字了，成这些种子了，那究竟成熟了，以何欲故说明回向啊？现在在这儿的起个问号，说什么叫回向啊？依着什么道理来说明回向？以这个回向道理，永远度世间，不舍离世间。以这个义故，至于避难，避难。回向的目的就是至于避难，这回向目的，回此向他。把此难回向到彼难，就有回向啊，是永远脱离五蕴，因为五蕴没有，你执着，你不执着没有了。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但你得有般若智，这就叫回向，达到彼难啊，故曰故名回向啊，就这样的叫回向，这样的熔断身见，再不执着身了，咱们执着身就是见，见不到这个身体是空的，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是梦幻的，现在学而且行，行正得了，那就永远出诸蕴，不受色受想行识说再拘束你了，再拘束不到你了，这才能达到彼难，假如说人家给你一刀，那刀砍的刀是塞放，塞放有形有相的，砍到你的身体上是塞放，你感受到苦痛，只是受，受。那你思想就想了，哎呦，我来了一刀，你这一想，他就痛楚就来了。人家想不停啊，再受完了又想啊，想完了他运作，运作当中产生痛苦了。谁产生的？识，识把它分别的。那你除了住持了，除了物运了，达到彼难了，没有了，砍的是假的，刀是假的，空的，砍的肉体，肉体是空的，以空砍虚空，没有什么都没有了，当你一悟得了时候，离种种想，什么想都没有了，达到彼难了，啊，就是这样回向，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想回向，把这个痛苦回向，向什么呢？向空。我这另一种说法啊，把这回，把它回来向空，
一观空啊，身体没有啊，我道本身也没有啊，以空看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痛马上就止住了。这个例子很多啊，古来古德时候很多呀、啊、嗯，二者力学断背啊，现在祖师开寺了，是啊，你一问他，他给你竖个手指头，拿个刀子把手指砍下来，他不痛啊，他笑一笑，他也不流血啊，他就有这么怪啊，啊，一动念，血就流了。这个我有体会，怎么体会呢？他说你在战场打仗的时候，已经服了伤了，枪弹打到你身上了。你那时候心里头就没感觉，还有个身体啊，直直的向前打仗。要有别人或者那个共同作战的，说你挂彩了啊，不许说干什么，挂彩了就是除了血了。好，当你一看着血，心里想像猴子一样，马上动不得了。没有时候呢，心没在焉呢，他照样的打那么个，什么原因？心在法在。心跟法是联系的。有时候你做梦想过没有？做梦啊，得到最好的，很愉快的，或者是一种法呀，成就干啥？当你一作业，完了，醒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作业还在这梦啊，还梦，了解？一作业啊，没有了，马上就醒了。哎，我这该不是做梦吗？哦，恰恰就是做梦。一想，哦，我原来还是个梦。这个时候很多呀，随时你可以体会到。以这个道理才说的回向，这个回向永远不停的融度世界，就是达到彼难为止，说故名回向，永远处理住愿，即彼难，故名回向。这个把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心里行动运动都灭了，所以彼难故名回向。这时候你种种想到了彼难了，故名回向。断了身见了，到于彼难了，故名回向。容内一处到于彼难了，故名回向。容觉所作，所有做的都没有了，直到是做梦，直到是无作。那所做的都是无作，做了也是没做，这样才就到了彼难了，故名回向。容出住遥，自于彼难，故名回向。容舍住取啊，自于彼难，就是六道轮回，你全没有你的份了，你不再会随他流转了。哎呀，这叫出世法，容出世法，自于彼难，故名回向，一切都是随相的。坚固心修的菩萨性，随众生回向菩提国，让众都向菩提国。寡说度众生回向，那自己呢？没说自己，自在其中。离相，这叫离相，叫离相的回向。离相而回向，这个回向是无相的，平等的。无相还有什么差异吗？以这个意思说明着回向，说你做的功德，做即无作，无作还像个什么？那相也无相，回向即无相。这个啊，能到这样子，离了人间的八法。八法是指什么说呢？力衰毁，对，成疾苦乐。力衰毁誉，成疾苦乐，是八样境界风，八风吹不动，就这样子。这个度我。我所度我所就是离开我和我所，无我了，无我了，还有什么我所吗？也离开一切法了，
这叫达到解脱难，到了彼难了。思想呢，没有还找一个我，找一个我所做没有了，到了实系难，到了彼难。一切想全没有了，灭尽定，灭尽一切诸想，达到实相智了，这真正入了实相智了，这才把根本烦恼离脱了，离烦恼的根本。完了，不舍此，不舍彼呢，而又回来度众生，不离本处而度众生。咱们现在的身体要医治它是苦的了，这身体有身就是苦的了。大家想吧，等你苦了，你想想我苦从哪儿来，哪来的，谁来承受。当你这样一理解了，你参观一下，它苦就没有了，起码能减轻吗？像当时你如果你在病痛的时候特别有病，人们都害病，病的时候也都很苦，那你这时候你把它苦病苦放下，你做一种观想，观什么呢？你说谁感觉苦，找找感觉苦感觉痛的是什么，你一找啊，还不说你找到就成了，找到真正没苦了，找到了就开悟了，就成道了。找不到的时候，你找的过程当中转离思想目标了，他不在病上了，试试看。每位道友都可以这样观想试试看，有觉觉痛，无痛痛觉，这觉在哪里呀？你找找你自己的觉在哪里呀？这叫苦，是因为有身体，离开身体了，苦的寄托在什么地方？这就到了彼难了。你在这业系，咱们在这个作业，业把你系住了，你离开业，它系不到你了，业系不到了，你还有什么苦啊？离开一切业了，你不就到彼难了吗？这就是出三界，达到无着涅槃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之话，在外随顺佛住，随顺法住，随顺智住，不是身啊，不是三宝，是法住、佛住都是智慧，法。跟佛合了就是三，三宝住处，一是智住，这个住啊就随顺菩提住，菩提大家都知道觉，随顺觉住，这个是实相的义理，就随顺义住。现在你不正在修回向吗？就随顺回向住，就住在回向上，这随缘了啊，随要警戒相助，随顺行助，随顺真实助，随顺清净助。回向所得到的利益，得的好处。这个呢，也可说是到这儿说，你那个布施所得的成就，成就了。能随的是谁呀？所随的又是谁呀？能随是什么？所随是什么？能够这样的去做回向，这叫相，叫离相回向，这叫离相回向是智慧，随顺佛法住是智慧，
住在什么地方？佛字，以佛法的实相为体，就为体，嗯，这叫能随的是字，所随的是体，体性。菩萨摩诃萨入世回向，在外达一切了达一切法，这一切法的你都了达了，在外成事一切诸佛，这才真正的是佛弟子，成事佛。成色不是一佛两佛啊，一个不落，所有的佛都成色。没有一法不是你所供养具，都是你的供养具，没有一法你没有供养的，一切法都供养，也没有一切法可灭坏的。法没有所作，也没有相，你怎么灭坏呀？说无一切法可灭坏的，也无一切法可厌离的，不见内，不见外，一切不见，一切诸法少有灭坏，没有哪个法灭了，哪个法坏了，没有，法法入圣，这不是因缘，这是唯因缘道，因缘所生法吗？没有。没有因缘，一切法都不生了。为因缘道，不是因缘所生法啊。法力具足，这得什么法力呀、啊？一切智智的法力。佛子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六随顺坚固一切三根回向。这叫随顺坚固一切三根回向，六波罗蜜。这个都是讲这个以六波罗蜜达到佛的根本智慧啊，就成就了，入世回向就成就了。嗯，菩萨摩诃萨住此回向的时候，常佛以诸佛自所护念，你住这个回向上跟诸佛，诸佛都在你的身边护念你，不在你身边也在护念你，跟佛心相交界了，这样坚固不退了，这才能入入身法性修习字，随顺一切法的道理，随顺法的义理，这叫随顺法性，能够这样随顺，善根坚固，再不动摇，那你所有的大愿呢都能圆满，就随顺圆满大愿，这叫随顺坚固之法。一切金刚所不能坏，与众法中而得自在，法王与法自在，你虽然不是法王，你已经与法自在了。而金刚常菩萨观察十方，观察众会，观察法界，也我以自具甚深之意啊，修习无量广大之心，以大悲心普法世间，常去来今，长啊，这个字念长，长去来今佛的总性心，长是生长意思，这不念长短的长了，长者呢就是生长，你的呀、啊。入世回向的菩萨，他的心长生长的什么呢？佛种性，这个心是佛种性，这时候他能入于诸佛的功德，成就佛的自在力，观众生心之所乐，他能观察到一切众生他怎么要求什么，他所要求的是什么，那就知道他的心要求什么，就给他说什么法，不就把他得到成熟了吗？把法事性的身当成现在的塞身，依着法性的身升起现在的塞身，这个塞身即是法性，相不离体，
成佛的神力而说颂言。这个颂言嘛，下回再说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嗯。